长沙景王道联。一，高祖中帝也，初为国子学生，谢衍为徐州，宁为从事使。高祖克京城，晋平京邑，道联长留家侍卫太后，桓玄走，大将军武陵王尊承制，除员外散骑侍郎，寻迁建威将军，南彭城内史，使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引所鲁为援，清河、阳平二郡太守孙权聚众应之。义熙元年，所鲁托拔开前委豫州刺史所杜真，大将军胡思兰寇徐州，攻襄县，直巨鹿太守贺深，晋为宁朔将军杨牧之于彭城。牧之告急，道联率众救之，军刺灵山，斩权。晋至彭城，真、兰退走，道联率宁远将军孟龙福、龙骧将军孔龙及牧之等追。二、真、兰走奔襄城，又追聂至光水沟，斩刘该。鲁仲见杀及赴水死略尽，高祖镇京口，晋道联号龙骧将军，又领唐义太守数石头。明年，加使持节、兼征蜀诸军事，率冠军将军刘敬轩等伐乔纵，而文触茂、温作俱险不得进，故不果行，以义勋封新兴县五等侯。四年，代诸葛长宁为并州刺史、义昌太守、将军、内史如故。游戍石头，时鲜卑轻逼，自彭城以南，民皆饱，聚山阳、淮阴诸戍，并不复利。道联请据彭城，以建修创。朝议以彭城县远，使镇山阳。晋号征虏将军，都淮北军郡事，北东海太守、滨州刺史、义昌太守如故，以破所杜真功，封新于县南。三、十邑五百户，从高祖征广固，常为军封，及城县，慕容超将清兵突围走，道联所部获之，加使持节。晋号左将军。七年，解并州，加北徐州刺史，移镇彭城。八年，高祖伐刘义，征为都督兖青二州晋陵津口淮南诸郡军事，兖青州刺史。四，持节，将军、太守如故，还镇津口。九年，甲仗五十人入殿，以广固公，改封晋陵县公，十邑千户，减先锋户一之半，以赐次子一宗。十年，五，晋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鼓吹一部，明年讨司马修之。道联兼留府事，甲仗百人入殿，江陵平以为都督荆襄义秦宁梁雍七州诸军事，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六，持节，常侍如故，北府文武悉佩之。道联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失位，多诸笔拙。高祖虽遣将军左辅之，而贪纵过甚，处具财货，常若不足。去镇之日，府库为之空虚。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征道联还未侍中，都督徐衍清三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守尚书令，徐衍二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元熙元年，解尚书令，晋卫司空，出镇京口。高祖受命，晋卫太尉，封长沙王，十邑五千户，持节，侍中、都督、刺史如故。
永初二年昭正，入住殿省。先是庐陵王义真为扬州刺史，太后谓上曰：“道连汝不依兄弟，故移为扬州。”上曰：“既奴于道连其有所惜，扬州根本所寄，事务至多，非道连所了。”太后曰：“道连年初五十，岂当不如汝十岁儿也？”上曰：“车氏虽未刺史，事无大小，悉由继奴。道连年长，不亲其事，与听望不足。”太后乃无言。车氏一真小字也。三年春，高祖不遇，加班见三十人。时道连入朝，刘司马陆仲元居首，刁魁子弥未亡命，率数十人入京城，仲元即斩之。先是府使陈屯告弥有一谋，致仕赐钱二十万，除县令。五月，公车宴驾，道连疾患不堪临丧。六月，薨，年五十五，追赠太傅、持节、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祭礼依晋太宰安平王故事，栾路九流、黄屋左道、温良、挽歌二部，前后不与宝、鼓吹、虎贲班见百人。太祖元嘉九年，诏曰：“古者明王经国，思勋有典，平章以御德行，班瑞以酬功烈，明徽庸于鼎仪，佩瑕祀于清庙，是以从享先王，亦存商告，寄于大征，礼著周典，自汉气尽，是崇其文。王游祭昭，悠显贤治。先皇经纬天地，拨乱受终，俊宁元吉，光宅屈宇，虽盛宁渊运，三陵允协，亦一古公义亮之勤，其父宣立之孝，故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扬州之晋陵京口诸军事，太傅南徐兖二州刺史长沙景王，故侍中、大司马临川列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募之，侍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华容县开国公弘、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洋新蔡晋西四郡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永修县开国公道济、七顾左将军、青州刺史龙阳县开国侯镇鄂、八霍吕道广流、秉德冲鸟、霍雅亮高少、封建明远、霍时为之政，才略开迈，贤文德以西地在，武功以龙井业，故以谋宗鸡蛋方车家完一少者矣，朕以寡德，纂容弘序，美为道勋，思尊令典，而大常未明，从四上阙，见昧亲属，永言身怀，便宜尽释前世，献资家礼，乐宫天府，佩祭庙庭，比试徽章，垂美常侍，冒祭远游，永传不朽。道连六子，一心一庆一荣一宗一宾一齐。道连子一心编辑一心寺，为员外散骑侍郎，不拜立中领军，征虏将军，青州刺史，魏郡太守，将军如故。数石头，元嘉元年，晋号后将军，加散骑常侍。三年，以本号为南兖州刺史。七年，道彦之律大众入河，一心进彭城，为众军声援，彦之退败，清其骚扰，江左律寇大治，
劝一心伪镇还都，一心坚志不动。迁使持节、监狱司拥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九将军如故，给鼓吹一部，镇寿阳，于使土尽荒毁，人民凋散，城郭颓败，盗贼公行，一心刚为补击，随移经理，劫道所经，力讨诸之志，境内未服，道不时移，城府库藏，并皆完。十遂为盛藩强镇，时淮西、江北长吏，西蓄劳人五夫，多无正数，一心臣之曰：江淮左右，土及民书，请年以来，见机相袭，百城凋敝，于今为甚，随目之疑，必似良吏，劳人五夫，不经正数，统内官长，多非才寿，东南殷实，犹或简能，况兵皆荒垂，而可及柔钝却。十愿斥选部，必使任得其人，数得不劳而至，韶杯良田万余顷，低艾酒坏，秋夏常苦旱，一心遣资义参军因素巡行修理，有旧沟引派水入杯，不至积酒，树木真塞，速伐木开，真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十年，晋号镇军将军，晋兼为都督。十一年夏，入朝，太祖后加恩礼。十六年，薨。时年三十六，追赠散骑常侍、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刺史如故，谥曰成王。一心子景编辑子道王锦字宴于，官至太子屯骑校尉。三十年，魏元兄所杀，世祖即位，追赠散骑常侍。子灿早夭，灿帝纂字元祭祀，官至步兵校尉。顺帝生宁三年薨，魏齐受禅，国除。一心子之编辑景帝之字彦期，大明中尉中书郎，太宰江夏王义公领中书监，福清不得相临，表求解职。世祖诏曰：西二王两谢，俱至崇礼，自今三台五省，悉同此立。太宗初，渭南兖州刺史、都官尚书，谋应晋安王子勋为逆，伏诛。一心子凯编辑之弟凯，秘书郎，魏元兄所杀，追赠通直郎。一心子瞻编辑凯弟瞻，晋安太守，与子勋同逆，伏诛。一心子运编辑詹帝运字彦文，步兵校尉，宣城太守，子勋为乱，大众屯聚阙尾，攻逼宣城，于十四方牧守，莫不同逆。为运弃郡赴朝廷，太宗加其城，以为黄门郎，太子中庶子，侍中，嘉京、襄州、南兖州刺史，吴兴太守，侍中，领左军将军，又改领骁骑将军，辅军将军，雍州刺史，侍中，领右卫将军，改领左卫将军，散骑常侍，中领军。生宁元年，谋反伏诛。十一，运人才反比，已有宣城之勋，特为太宗所宠，在襄州及雍州，使善画者图其出行鲁布与仪，常自批完，常以此图示征西将军蔡兴宗。兴宗细之，杨若不解画者，指运形象问曰：此何人而在御上？运曰：此正是我，其拥彼如此。一心子必编辑运弟弟武昌太守，亦与子勋同逆，伏诛。一心子见编辑弟见，
员外散骑侍郎，早卒，一心子协编辑见地协字彦贺。侍中，吴兴太守，后废帝元徽元年卒，一心子号编辑协地号字彦明。侍中，左卫将军，冠军将军，吴兴太守，魏拜，元徽四年卒，追赠右将军，一心子戍编辑号地戍，东阳太守，黄门郎，与从弟丙同逆，事败走白山，追秦伏诛，一心地义庆，初祭，临川列武王道归，道莲子义荣编辑义庆帝义荣，永初元年，封贵阳县侯，十亿千户，凡王子为侯者，十亿皆千户。义荣立侍中，左卫将军，十二，领太子中庶子，武兵尚书，领军，有志干，善于用短笋。元嘉十八年，卒，追赠车骑将军，谥曰公侯。义荣子继编辑子孝侯祭祀，官至太子义军校尉，为元兄所杀，世祖即位，追赠散骑常侍。五子，弟媳以子晃继封，生宁二年，与员外散骑侍郎安成吉人祖，荒人王武廉，与林父彭元俊等谋反，国除。义荣子袭编辑袭字茂德，太子舍人，安成太守，晋安王子勋为逆，袭巨郡拒之，子勋遣军功为不能下，太宗加之，以为颍州刺史，封建陵县侯，十亿五百户，建陵县属苍梧郡，以道远，改封临澧县侯，太史六年，卒于中护军，追赠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谥曰中侯，袭义拥笔，在颍州，属岳麓坤上厅事，刚继正福阁，怪之，访问，乃知世袭。十三，子民嗣，生宁二年，改封东昌县侯，与兄晃惧伏诛。义荣子彪编辑袭地彪，秘书郎，第十，太子舍人，并早卒。十弟爽，海陵太守，道莲子义宗编辑义荣帝义宗，又为高祖所爱，自曰伯奴，赐爵新于县南。永初元年，晋爵为侯，立黄门侍郎，太子左卫律。元嘉八年，作门生杜德林放横打人，还地内藏，义宗隐蔽之，免官。德林雅有姿色，为义宗所爱宠，本会稽郡吏，谢方宁为郡，方宁子惠怜爱幸之，为之赋诗十余首，成刘尊归主篇是也。又为侍中，太子詹氏，加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二十一年，卒，追赠散骑常侍，平北将军，谥曰惠侯，爱侍乐师，兼好文集，是以此称之。义宗子介编辑子怀侯介嗣，郎协，秦郡太守，为元兄所杀，追赠散骑常侍。五子，弟丙以子成继封，义宗子丙编辑丙字彦杰，初为著作郎，立与林间，越骑校尉、中书、黄门侍郎。太宗太史初，魏侍中，平袭左卫将军，丹阳尹，太子詹氏，吏部尚书。时宗室虽多，才能甚寡，秉少自抵数，甚得朝野之誉，故为太宗所委。五年，初为前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不拜，还复本任，复为侍中、守秘书监，领太子詹事，未拜，迁使持节，
都督南徐徐掩御清冀六州诸军事，后将军、南徐州刺史，加散其常侍。后废帝即位，改都督颍州、豫州之西阳、司州之益阳二郡诸军事。颍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未拜，留为尚书左仆射。参选元徽元年，领吏部，加兵500人，巡领卫尉，辞不拜。贵阳王修范为逆，中领军刘勉出手石头，秉权兼领军将军，所给加兵，自随入殿。二年，加散其常侍，丹阳尹，解吏部，封当阳县侯，食邑千户。与齐王、袁粲、楚渊分日入职爵机事。四年，迁中书令，加辅军将军、常侍，尹如故。顺帝即位，转尚书令、中领军、将军如故，时齐王辅政。四海属心，秉之鼎命有在，逆怀意图，袁粲镇石头，不识天命。沈攸之举兵反，齐王入屯朝堂，粲前与秉吉诸大将黄回等谋欲作乱。本期夜会石头，但乃举兵，秉素匡窃骚动，扰不自安。在不后，便自丹阳郡车载妇女，进士奔石头，不取数百，恶意满道，既至见粲。粲惊曰：“何惧便来？”是今败矣。秉曰：“今得建功，万死亦何恨？”从地中领军运，直在省内，与直阁将军卜伯兴谋，其夜共攻齐王。会秉去事决，齐王夜使骁骑将军王敬则收运，运以戒严，敬则率壮士执前，运左右皆披靡，因杀之。伯兴亦伏诛，粲败，秉于城出走，与额延胡见秦。十四，与二子成与病死，秉时年45。秉妻萧氏，司化女也，元徽中，朝廷微待，妻常惧祸败。每谓秉曰：“君富贵已足，故应为儿子作计。年垂50，残生何足令邪？”秉不能从，义宗子摩编辑秉帝摩奉昭请，义宗子侠编辑摩帝侠自宴道，义奉昭请。员外散骑侍郎与嫡母阴阳女云夫私通，因美敬之，因暴病足，胃大炼，口鼻流血，宜侠前家毒害，未有思所究。世祖喜之，使安郡永光中德还太宗室，立黄门侍郎、都官尚书、吴郡太守。兄秉既死，齐王遣诛之。侠人才甚繁，字惠明，常对宾客曰：“孝武无道，亡我杀母，齐顽癌若此。”秉当权，侠泪求方伯，秉曰：“我在，用汝作舟，于听望不足。”侠曰：“富贵实则云不可相关。”从坐之日，为的免步，致世国死焉。道莲子一兵编辑一宗帝一兵。元嘉二年，封新野县侯。六年，以新野荒地改封新安县侯。黄门郎、逆书剑、左卫将军、卫至辅国将军、徐州刺史。25年，卒，追赠后将军，谥曰肃侯。一兵子宗编辑子惠侯宗嗣，卒，子献嗣，生明3年，其寿善。国除，宗帝坤，晋平太守。道莲子一骑编辑一兵第一骑。元嘉6年，封营道县侯。凡比无识之，每为使兴王郡兄弟所戏弄，
郡常尉议其曰：陆氏恒诗云，营道无烈心，其何亦苦阿父如此？议其曰：下官初不识，何乎见苦，其庸塞可笑类若此。历右卫将军、襄州刺史，孝建二年卒，赠平南将军，谥曰西侯。一其子长由编辑子长由嗣，官至步兵校尉。生平三年卒，其寿善。国除，高祖少帝临川列武王道归编辑临川列武王道归，字道泽，高祖少帝也。少倜傥有大志，高祖齐之，与谋诛桓玄。时桓弘镇广陵，以为征虏中兵参军。高祖克京城，道归亦以其日与刘毅、孟昶共斩弘，收众济江，进平京邑，玄败走。晋大将军武陵王尊承志，以道归为镇武将军、益昌太守，与刘毅、和无忌追玄，玄西走江陵，刘郭权、何旦之等固守盆口。十五，义军既至，贼列舰拒之，旦之空射羽夷其至于义坊，而别在他船。无忌欲攻羽夷所在，众西不同，曰：旦之必不在此坊，虽得无意也。无忌曰：旦之不在此坊，故不虚言也。既不在此，则战事必弱，我以静兵攻之，必可擒也。擒之之日，彼必以为失其君主，我徒贤未以得贼帅，我勇而彼惧，惧而薄之，破之必矣。道归喜曰：此名计也，因往彼攻之，即擒此坊。因鼓噪唱曰：以斩何旦之。贼徒及义军并以为然，因纵兵，贼众奔败，即克盆口、晋平、浔阳。因复持晋、玉玄于征荣州，道归等兵不满万人，而玄战士数万，众病旦之，欲退还浔阳。道归曰：不可，彼众我寡，强弱易势，今若未诺不进，必为所成，虽至浔阳，岂能自顾？玄虽窃名雄豪，内实匡窃，家已经奔败，众无顾心，绝击两臣，将雄者克。西光武昆阳之战，曹操官渡之师，皆以少至多，共所闻也。今虽才泄古人，岂可先为之弱？因挥众而进，一等从之，大破玄军。郭权与玄单隔走，江陵不复能守，欲入蜀，为冯谦所斩。义军欲封不进，还谦、还镇复据江陵，一留巴陵。道归与无忌俱进攻还密于码头，还位于宠州，皆破之。无忌欲乘胜直造江陵，道归曰：兵法屈伸有时，不可苟进。诸桓氏居西楚，群小皆为竭力，镇勇冠三军，难与争胜，且可顿兵养锐。十六，许以计策迷之，不忧不克也。无忌不从，果为镇所败，乃退还浔阳，善至周甲，复进军下口，伪镇军将军冯该戍下口东岸，杨武将军孟山徒据鲁山城，辅国将军桓仙恪守偃月垒，于是一攻鲁山城。十七，道归、无忌攻偃月，并克之，生擒仙恪、山徒、齐奚，该遁走。晋平巴陵，迁镇前使求歌经江二州，奉归晋地，不许。会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攻襄阳，伪雍州刺史桓尉走江陵，宗之进至济南，
镇子往拒之，使还迁留守。时亦道归以次码头，持往袭，迁奔走。即日客将临城，镇大破宗之而归。文成以献，亦走。无忌亦为天子还京师，道归留下口，江陵之平也。道归推亦为员工，无忌为次公，自居其末。晋号辅国将军，都淮北诸军事，滨州刺史，益昌太守如故。时荆州、湘、江、豫由多环视于晋，往往屯结，复以本官进都江州之武昌、荆州之江夏、随郡益阳、随安、豫州之西阳、汝南、颍川、新蔡九郡诸军事，随以简铺，皆悉平之，以一勋封华容县公。时邑三千户，千使持节、都督金宁、秦良、雍六州、司州之河南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十八，将军如故。辞南蛮以授殷书文，书文被诛，乃复还领，善于为治，行政明理，市民莫不畏而爱之。刘敬轩征蜀不克，道归以都统将为建威将军。如巡寇逼京邑，道归遣司马王振之及杨武将军谭道济、广武将军道彦之等复原朝廷，至浔阳，为贼党荀林所破。十九，荀即以林为南蛮校尉，分兵配之，使乘胜伐江陵。杨生云徐道复以克京邑，而桓谦自长安入蜀，乔纵以谦为荆州刺史，后加资给与其大将乔道伏据寇江陵，正与林会，林屯江津，千军之将，二寇交逼，分决都邑之问。荆楚既桓氏亦旧，并怀一心，道归乃会将士，告之曰：“桓谦今在晋畿，闻者颇有去旧之计。二十，吴东来文武，足以济事，若欲去者，本不相近，因夜开城门，打小不避，众贤旦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鲁宗之率众数千自襄阳来赴，或谓宗之未可测，道归乃单马迎之。宗之感悦，众议御史谈道济、道彦之与宗之共集。道归曰：“如寻雍阁中流，善张同意。”桓谦、荀林更相首尾，人怀危惧，莫有顾心，成败之机，在此一举，非无自行，其事不决，乃使宗之居首，唯以复心，率诸军攻谦。诸将左皆顾谏曰：“今远出讨谦，其胜难避。荀林近在江津，四人动静，若来攻城，宗之未必能顾，颇有差跌，大事去矣。”道归曰：“诸军不识兵机耳。”荀林余数无他奇计，以无去未远，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谦，往至便克，沈宜之间，以自还返。谦败则临破胆，岂暇得来？且宗之独守，何为不知数日？解南蛮校尉印，以受资义参军刘尊，持往攻谦，水陆齐进，谦大败，单阁走，欲下旧林，追斩之，还至浦口，林又奔散。刘尊率军追林，至巴陵，斩之。出，谦至之江，江陵士庶皆与谦书，言城内虚实，咸欲谋为内应。致仕参军曹仲宗简得之，道归西坟不是，仲于是大安，晋号征西将军。先是，桓心自道尔逃于江西，初及益阳郡，
与卢循相连结。循使蔡猛助之，道归遣参军刘基破道而于大伯。临陈斩猛，徐道复率众三万，掩至破冢。汝宗之以还襄阳，追赵不及，人情大振。或传寻以平京师，遣道复上位刺史。江汉士庶感焚书之恩，无复二志。道归使刘尊为游军，自据道复于豫章口，前驱失利。道归壮气欲立，激扬三军，尊自外横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覆水死者殆尽。道复单隔走还盆口，出使尊为游军，众贤云：今强敌在前，为患众少，不应割削建立，至无用之地。即破道复，果得游军之力，众乃服焉。尊字惠明，临淮海西人，道归从母兄萧氏旧也，官至右将军、宣城内史、淮南太守。义熙十年卒，追赠辅军将军，追封监吏县侯，食邑七百户。道归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其常侍，故辞俄而寝疾，改授都督豫江二州扬州知宣城淮南庐江溧阳安丰唐邑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持节、常侍，将军如故，以疾不败。八年闰月，薨于京师。十年四十三，追赠侍中、司徒，加班建二十人，谥曰列武公。平还千公，晋封南郡公，邑五千户。高祖受命，赠大司马，追封临川王，食邑如先。道归五子，以长沙景王第二子义庆为嗣。道归子，义庆编辑出，太祖少为道归所养。高祖命少焉，咸以礼无二计，太祖还本，而定义庆为后。二十一，义庆为荆州，庙主当随往江陵。太祖诏曰：包崇道勋，经国之盛典，尊卿追远，因心之所隆。故事中，大司马临川列武王，体道清明，志得渊渺，睿哲自天，孝有光备，元始协归，则益赞景业。临危至讨，则克俭削经，待妖逆交亲，方难恐疾，事与累齐，人无故志，王神魔独运。灵武宏发，及宁内外，诸父群凶，故以化被江汉，勋高威管，远游谋，与二南英雄爱于两县者矣。朕又蒙殊爱，得应特隆，封恩慈训，一身情妻，永为人范，感慕缠怀，今当拥以寝食。初四西夏，思崇家里，事被徽章，数以昭宣风度，允赴悠闲，其追崇丞相，家书礼，栾路九流，黄屋左道，给节钺，前后不与宝，鼓吹，虎贲班见百人。事中如故，即长沙太妃谭氏、临川太妃曹氏后薨，即皆给栾路九流、黄屋左道、温良车、挽歌一部，前后不与宝，鼓吹，虎贲班见百人。义庆又为高祖所知，常曰：此我家封城也。年十三，袭封南郡公，除己事。不拜。义熙十二年，从伐长安，还拜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二十二，未知任，喜都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二十三，副都淮北诸军事、豫州刺史。将军病如故，永初元年，袭封临川王，
征为侍中。元嘉元年，转散其常侍。逆书谏，喜度之尚书，迁丹阳尹，加辅国将军。常侍病如故，时有明皇初七诏杀子父，欲赦因喜送毕孙仇。义庆曰：“按周礼父母之仇，必之海外，虽欲事朝，斗不反兵，盖以莫大之冤，礼不可夺。”韩妻枕戈，亦许必报，至于亲戚为戮，骨肉相残，故道乖长线，既无定准，求之法外，才以人情，且礼有过失之诱，虑无仇祖之闻，况赵之纵暴，本由于久，论心及时，事尽荒茂，岂得以荒茂之亡母。二十四，等行路之深仇，臣为子孙忍愧贤卑，不为子义，共天同欲，无亏孝道。六年，加尚书左仆射。八年，太白兴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太祖诏辟之曰：“玄相忙寐，既难可了，且使家诸战各有异同，兵心亡时有所干犯，乃主当诛。”以此言之，亦无惧也。正仆射亡后，左执法常有变，王光禄至今平安。日食三朝，天下之至祭，晋孝武出有此意，比庸主耳，由敬无他。天道辅人福善，为不足恒生忧惧，兄与后君各受内外之任，本以为成，表里惊之，盛衰此怀，时有由来之事，设若天必降灾，宁可千里逃避也。既非远者之事，又不知吉凶病所，若在兜则有不测，去此必保立真者，岂敢苟为天邪？义庆故求解仆射，乃许之，家中书令，晋号前将军，常侍，尹如故，在京尹。九年，初为使持节，都督金庸一宁凉南北秦七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二十五，荆州居上流之众，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寿，性谦虚，使至极去镇迎送物并不受。十二年，仆使内外群官举事，义庆上表曰：“诏书筹资群司，言及连木，经贤侧漏，拔善幽狭，福为陛下惠哲光宣，经纬宁远，黄阶早耀，风游日升，而由寻渠氏之令典，尊明台之瑞训，降渊律于管库，迂胜思乎板柱，故以道渺往在，德高前王，臣感节虚暗，知诚明旨。福建前临举令新野与时，秉真履约，爱敬纯身，昔在母忧，悔疾过礼，今离父旧，气血有闻，行成归庭，孝助邻党，足以敦化律民，其教鬼俗。前征奉朝请武林公旗，田和平简，贞洁纯素，前居严制，丹情焚极，一足镇西颓境，蒋旭浮动，处事南郡失爵，才学明敏，操戒清修，夜军警械，桎梏冰霜。臣往年辟为周祭酒，未污其律，若朝命远祭，玉帛侠真，一人兼出，何远之有？义庆留心抚物，周统内官长亲老，不随在官舍者，年听前武力享家。二十六，先世王弘为江州，亦有此志，在周八年为西土所安，
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上之，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序，以述黄代之美。16年，改授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西洋晋西新蔡三郡诸军事，魏将军、江州刺史。27，持节如故。17年，即本号都督南兖徐衍清冀幽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28，寻家开府仪同三司，魏姓简素，寡嗜欲，爱好文艺，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受任，力藩，无浮盈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废损，少善其成，即常以仕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书、文官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魏军资义参军，其余吴郡路斩，东海何长于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左使国臣。太祖与义庆书，常加义斟酌，复鲍照编辑。鲍照字明远，文辞善意，常为古乐府，文甚求利。袁家中和季巨卿当时以为美瑞，赵为和清颂，其序甚功。其词曰：臣闻善谈天者，必争向于人，公言古者，先考记于今。鸿昔以降，遐哉鸟乎？漏山月，雕篆粟，朝得垂勋，可谓多矣。而使编唐尧之功，载格于上下，乐登文王之操，称于昭于天。素胡玄玉，豫章福命，调牛大饮，原定祥利，与鸟动色，和志兴让，皆物不盈字，而美意金石。诗人于是不作，宋生为之而寝。庸非惑于，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服应龙之精，俯谐合归之灵，君徒地宝，灿烂归因，故夜光朗带，世华前得矣。圣上天非见疾，弃资24载，道化周流，玄泽汪汇，地平天成，上下含息，文同鬼通，表里提服，要得中区，梨树之让，观音侠表，颐和怀惠，续秦治理，霸露台之金，书国镇民，清巨桥之素，约为破邪，奢趣太甚，厌无留隐，恬不盘乐，物色一人，悠游巨正，显不失心，悠无怨气，京兆日月，是动天情，故不劳丈夫之臣，号令不言而自肃，侮辱奉举之使，临怪不照而自彰，万里神行，标尘不起，农商野庐，边城掩拓，骑马南金，田尾内府，驯象西绝，冲罗外右，阿完其祖之饶，依附宗国，于言子之力，傍善荒峡，市民殷富，武林既有残德，功与红利，三川莫之能比，吕汉有盈，歌吹无绝，珠轮叠折，华冕重坚，企图事无穷人，民或休息，朝呼寒，罢孤铁而已哉。是以家祥累仍，福应尤盛，青丘之湖，丹穴之鸟，七阿阁，游晋园，金之九经，木合六刃，绣铜池，发高亩。29，以以协调律吕，夜见娇妙，烟非物极，不可胜计，然而圣上犹昧淡素心，若有望而未至，鸿归远途，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况，退而弗居也。是以晚碑留简，
盛典无耳，不至朝神省风，大化义而未许，崇文协律之事，运武送于外，坐朝陪宴之臣，怀于洋于内，三陵助卷，九壤助心，既有日矣，遂公前为月禅苍鹭，长河沉寂，一元同清，城波万壑，结兰千里，司城旷世伟观，朝起黄明者也。语曰：隐从表，瑞从德，此其效焉。宣尼称凤鸟不至，何不出图？传曰：四合之清，人寿几何，皆伤不可见也。然则古人所不见者，今单见之矣。孟轲曰：千载一盛，是旦暮也。双引号，三十，岂不大哉？夫四黄六地，数生常事，大宝也，则尽群生，国富行清，弘德也，治理才乐，敦风谦俗，文教也，诸垂不竭，树嗓降阙，武功也，鸣鸟乐鱼，笛会河渠，志祥也，大宝弘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冥邪赞，您其语能，绝音如彼，为天为大，尧实则之，黄哉唐哉，丑与为让，亦又闻之，世之所谈者浅，则美之所传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则庆之所留者远，是以丰功伟命，润色腾策，圣德形容，早被歌颂，察之上代，则西斯及辅之徒，名誉鸾于前，视之中古，则相如王褒之属，诗经基于后。三十一，绝景阳光，庆哀记录，班固称汉城之事，奏誉者千有余篇，文章之盛，与三代同风，由是言之，斯乃臣子就职，国家通义，不可辍也。臣虽不敏，宁不免乎？士卒以诏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诏物其旨，魏文多比言累句。当时贤谓赵才进，实不然也。临海王子胥为荆州，赵为前军参军，掌书记之任，子胥败，魏乱兵所杀，义庆在广陵，有疾，而白虹贯城，野军入府，心甚恶之，故臣求还。太祖许解州，以本号还朝。二十一年，薨于京邑，时年四十二，追赠侍中、司空，谥曰康王。子哀王业字景书寺，官至通直郎。魏元兄所杀，追赠散骑常侍。子绰字子留嗣，官至步兵校尉。生宁三年反，伏诛，国除。绰帝晚，早卒。业帝衍，太子舍人。衍帝敬，宣城太守。敬帝颖，前将军。颖帝倩，南新蔡太守。高祖族弟颖普侯尊考编辑尊考。高祖族弟也，曾祖纯，皇曾祖五元令混之弟，官至正元郎。祖言海西令，傅娟子，彭城内史。尊考始为将军镇武参军，欲讨卢循，封乡侯，自建威将军。彭城内史随高祖北伐，时高祖诸子病弱，宗室唯有尊考。长安平定，以都并州、司州之北和东北平阳、北雍州之兴平安定五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兵州刺史。三十二，领河东太守，镇蒲坂，关中失守，南还，除游击将军。迁冠军将军，晋帝训魏军莫陵公，
尊陶领兵防卫，高祖出及大魏，下推恩之诏，曰：尊陶府属之亲，国期未远，宗室无多，宜蒙宠爵，可封营浦县侯，食邑500户，以本号为彭城，配二郡太守。景平元年，迁右卫将军。元嘉二年，初为征虏将军、淮南太守。明年，转使持节、领护军，入直殿省，初为使持节。都雍凉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阳静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征虏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襄阳新野二郡太守。33，尊陶为政言报，聚敛无节。五年，未有司所究，上不问，设还都。七年，除太子右卫律，加己侍中。明年，都南徐兖州之江北淮南诸军事，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临广陵太守，又征为侍中、领后军将军、徙太常。九年，迁右卫将军，加散骑常侍。12年，坐立即不带队，免常侍，以侯领右卫。明年，复本官。15年，又领徐州大中正、太子中庶子，本官如故。其年，兼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前将军、徐兖二州刺史、魏之镇，留为侍中、领左卫将军。明年，初为使持节。监狱司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益阳码头荆州之益阳四郡诸军事，前将军、豫州刺史、岭南梁郡太守。21年，坐统内汉，百姓饥，赵家镇给，而尊陶不奉符旨，免官，起为散骑常侍、武兵尚书，迁吴兴太守。至中2000石。25年，征卫领军。27年，所鲁南至瓜埠，率军出江上，假节盖。34、30年，复出为使持节，兼豫州刺史。元凶势力，晋号安西将军，遣外兼徐安妻、养节祖防守之，尊陶斩安妻等。起义兵英南侨王奕轩，奕轩加尊考镇西将军，夏侯县率众至瓜埠城后世祖，又作免官。孝建元年，卢爽、臧志反，起为征虏将军，率众屯临沂县，仍除吴兴太守。明年，征为襄州刺史。魏行，迁上书左仆射。3年，转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复为尚书右仆射，领太子右卫律。明年，又除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5年，复迁尚书右仆射，金子光禄大夫，常侍如故。明年，转左仆射，常侍如故，又领徐州刺史、大中正、重现太仆。前废帝即位，迁特进，又光禄大夫、常侍、太仆如故。景和元年，出都南豫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南豫州刺史。太宗即位，以为侍中、特进、又光禄大夫，领重现太仆，给亲事30人。重现太后崩，太仆解，余如故。太15年，赐机杖，太官40次真位，疾病太医几药，故此几杖。后废帝即位，进左光禄大夫，余如故。元徽元年卒，时年82，追赠左光禄大夫，
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谥曰元公，尊考无才能，只以宗室不远，故历朝显誉，年老有及失明，尊考子承之，编辑子承之，顺帝生明末贵达，尊考子坤之，编辑承之，帝坤之，魏晋灵王旦司空主簿，旦作乱，以为中兵参军，不救，直祭数十日，终不受，乃杀之，追赠黄门郎、赵吏部尚书谢庄为知累。尊考从弟司考编辑，尊考从弟司考亦被誉历朝官，极清显，魏豫章会稽太守，亦徐州刺史，凡京十郡三州。太史元年，卒于散骑常侍，金子光禄大夫，35，时年75，追赠特进常侍，光禄如故。使臣曰编辑，使臣曰与妖内武，天众西陵寻还交逼，荆楚之势危矣，必使上略未尽，一算或疑，则成坏压境，上流之南方节，敌资三分有二之行，北向而争天下，则我全胜之道，未可获之。列武王揽群才，扬圣策，一举折情。寇非曰天时，亦一人谋也。将年不勇，遂不得与大业始终。昔已哉！著编辑项上的箭头，长沙景王道连案严可君及全宋文收录，宋故散骑常侍护军将军林里侯刘使君墓志云：曾祖宋孝皇帝，祖会道林，字道林，侍中、太傅、长沙景王，是道连本作道林。言师古匡谬正俗亦云：宋高祖帝道林，使蝶物未连字，读者旧而呼之，莫有知其本实。余家常得宋高祖及时卷，是宋元家时密阁官书，所在道林字，使知道连者是错。项上的箭头道连率宁远将军孟龙符、龙骧将军孔龙及穆之等追宁远将军孟龙符七字，各本并作宁孟二字。洪宜轩诸史考亦云：宁孟文有托物，当云律宁远将军孟龙符，因设下文而讹。孙班宋书考论云：孟当为孟龙符，时龙符方由宁远将军迁建威将军，宁当为宁远将军，史文托尔、暗红、孙说是。今定正，项上的箭头封新余县南北监本、毛本、殿本、局本，南史作新余，三朝本作新干，下文道莲子一宗一爵新余县侯，则作新余为氏。按州郡制，江州豫章郡有新干县，安城郡有新余县，新余即新域。元和郡县治新余县，吴孙浩分宜春县治新余县，以余水为名，今曰新域，因生变也。本书新域，新余户建，彭城王义康撰作新域侯义宗。项上的箭头征为都督兖青二州晋陵京口淮南诸郡军事，兖青州刺史诸郡军事，各本并作诸郡郡事。张元济教刊记云：当作诸郡军事，各本并额。按张孝事，今已正。又兖青州刺史孙班宋书考论云：此亲自设上文兖，是年青州刺史命谈之。项上的箭头十年各本并作11年。孙班宋书考论云：下文明年讨司马修之，11年当为10年。按讨司马修之在义熙11年，则前一年当作10年。
孙说是，今改正。项上的箭头以为都督金乡义秦宁梁雍七州诸军事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南蛮校为荆州刺史诸军事之士字。各本并托，据元规四五五。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一年补，领各本并坐镇。今改正，项上的箭头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洋新蔡晋西四郡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永修。现开国公道祭三郡而云四郡，当有误。项上的箭头故左将军青州刺史龙阳县开国侯镇鄂各本并托左字。据王镇鄂传补，项上的箭头迁使持节监狱司雍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各本并托士字。据元规二七八补，项上的箭头而可及柔顿却柔各本并作灿。据元规二七三改，项上的箭头升宁元年谋反伏诸元年各本并作二年。据顺帝纪改，项上的箭头亦容立侍中左卫将军各本并托将字。今补，项上的箭头访问乃知世袭各本并托士字。据南史补，项上的箭头于额延湖见秦额延湖南齐书作洛延湖。项上的箭头留郭权和旦之等固守盆口郭权各本并作郭前。据本书刘怀素传及晋书桓玄传。通鉴改，说见本书卷一教刊记第十五条。项上的箭头且可顿兵养锐各本原作顿兵锐。文不可通，今据通鉴晋安帝元兴三年补养字。项上的箭头杨武将军孟山图据鲁山城至于是义公鲁山城鲁山城各本并作鲁城。据本书刘怀素传，通鉴晋安帝元兴三年定正，项上的箭头迁使持节都督金宁秦梁雍六州司州之河南诸军事领护南蛮校为荆州刺史按京宁秦梁雍之五州，尚缺一州，已有托额。项上的箭头为贼党寻林所破。本书五帝纪，南史元规三六三四六一座寻林。晋书姚兴载记，通鉴作狗林。项上的箭头闻者颇有去旧之计者，欲览二七九引。元规四二二。四三一作诸君，通典兵典作诸君，健康实录作尔等，通鉴作诸长者。项上的箭头太祖还本而定义庆为后各本并托义庆为后四字。据南史补，项上的箭头还拜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各本并托拜字。据元规二七八补，项上的箭头喜都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各本并托士字。据元规二七八补，项上的箭头启德以荒茂之王母各本并托启德以荒茂五字。据南史元规六一五补，项上的箭头初为使持节都督金雍义宁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各本并托士字。据元规二七八补，项上的箭头年听前五力响加五力。元规六七五同，南史作三力。项上的箭头改授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西洋晋西新蔡三郡诸军事卫将军江州刺史各本并托豫州二字。前大新念二十考义云，当云豫州之西洋晋西新蔡使托豫州二字。按前说是，今补正，
向上的箭头及本号都督南兖徐衍清冀幽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南兖下各本并兖州字。张森凯教刊记云：州字衍文，按章校士，金山正。向上的箭头金之九金木和六任秀同持发高母报照即作金之九金木和九秀同持发高母鱼。向上的箭头孟轲曰千载一盛世旦暮也按金孟子无此语。向上的箭头诗金鸡鱼后诗报照即作池。向上的箭头以都并州司州之北和东北平阳北雍州之兴平安定五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并州刺史念二十考一云。云五郡而数之指四郡。以庐陵王义真传前后文参政之则所托者即河北郡也。向上的箭头出为使持节都雍凉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阳晋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征虏将军宁蛮校为雍州刺史襄阳新野二郡太守各本并托南阳之阳字。据孙班送书考论说补又各本并托诸军事之士字。金并补向上的箭头假节盖。盖各本并作制据元规二七八改向上的箭头太史元年卒于散其长是金子光禄大夫孙班送书考论云思考太史二年三月命徐州必非元年卒此有误按思考太史二年三月为徐州刺史见本书明帝纪列传第十胡藩刘康祖元护之张兴事。